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在一个佛化家庭里面要如何做父母。那么摄言师父呢，在上一集里面他就提示我们说，在孕前呢就要注意这个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孕育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另外呢，做胎教的时候不是只有妈妈的责任，父亲也要负起责任。那么生下孩子之后又应该如何来照顾子女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我看我好像把你当成那个什么育婴学的权威了啊。那所以我想说，师父大概有一个原则吧啊，就是到底教养小孩子您最重视的原则是什么？我自己本人呢什么也不是，我不是专家，我样样都不懂的，我也没有做过父母，我有父母而已。您做过小孩子？我做过小孩，已经忘掉。啊，忘掉了。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不大清楚的，不记得的。我只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佛法讲的呀，一切唯心造。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精神，是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远景，那个心要清净。心要平稳，心要和谐，心呢要经常要保持宁静，然后呢要保持安定，然后呢心里边呢产生有就是这个客观的智慧，甚至于一个超客观的智慧，然后呢有智慧的时候一定跟慈悲心是相连的，有了慈悲心一定是尊重对方，以对方为他的这个立场。所以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人已经70岁的人怎么跟小孩子能够谈话，有的人说我这个70岁的人怎么会跟年轻的人相处，这不像是一个70岁的人。我说我是适应所有的人，我不把我自己有个框框拿起来框这个框那个，我自己没有框框，我只是呢一个就一颗心，这个心就是一个慈悲心，这慈悲心就是想到另外的人，想到另外的人的立场，甚至于我看到有一些犯罪经常犯罪的累犯，我也是用慈悲心看，我不会把它当成可恶该杀该死应该死上几千次，这种念头完全没有。为什么？我只是看到他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有他的原因，一定有过去的以及现在的许多的环境的许多因素把它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所以说呢我只有这么一个慈悲心，那个慈悲心就能够啊能够接受人家，能够啊这个认同人家，还有呢能够接受人家，这样子一来呢就是我自己并没有一定的立场的时候啊就直接很轻松，人家也能接受，所以呢我觉得还可以给人家做朋友。因此呢所谓做婴儿，那么婴儿教育来讲啊也是一样的啊，婴儿教育跟成人的教育啊并不是有什么不同，这是幼儿他是啊这个智慧没有开啊，这个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没有啊认知的能力，但是呢婴儿他的这个心情他是跟大人呢是相通的，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就看到孩子在哭的时候啊就拍拍他就吻吻他，这小孩子他就不哭了，他就觉得安全了，他主要的是觉得自己有安全感，有一种啊温暖的你的受关心的这个安全感就好。这个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子，我曾经讲过如果一个人没有安全感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婴儿也是一样，婴儿所以这个安全感应该从婴儿时代就建立，非常重要。对，因为很多人发现很多问题青少年或者怎么样一直去追本溯源的话，发现就是因为他在婴儿时期缺乏安全感。不要以为小孩子是不懂事，小孩子没有认知能力，
就认为没关系的，你跟他吼几下也没关系的，不行啊，他这个人的心智没有开，但是那个心情还在的，这个声音、表情以及这个气温都能够为这个婴儿啊带来有安全感，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温暖，所以温暖，身体上的温暖，还有呢一种气氛的温暖，这个对这个婴儿影响很大。所以说呢，如果有了婴儿以后的这个父母啊，要常常要念观音菩萨，我常常劝人家。为什么？常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念观音菩萨，你就不会发脾气嘛，你就不会生气嘛。这个不生气，还应该要这个非常有慈爱的心、慈悲的心。还有呢，夫妻两个人为了婴儿的时候，要有同情心，同情父亲、同情母亲，还有同情其他的人。另外呢，甚至于对小动物，自己随时保持啊，要一种慈悲心，这种心情就能够传递到给小朋友去、婴儿去。你这个说我们这个心，这个心也有心的力量啊。是。这种心的力量，我们叫做电波也好，什么磁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能量也好，这个能量也好，它会影响到婴儿，特别是父母跟儿女这个之间的这一种互通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密切。所以说呢，父母为了婴儿的成长，为了婴儿的前途，这个婴儿的未来，一定要自己很小心的来保护自己，来照顾小孩。但是你自己如果父母这是看到婴儿的时候才给他温暖、给他关怀，你在附近或者你在平常的自己的心情不好，你认为是这个小孩子没有关系，其实你的身上的气氛都会让都跟小孩子有影响。所以先求自己的身心安顿是重要，这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儿女，你不能生气，你为了儿女，为了下一代，为了要保持很好的心情，要保经常保持很好的心情。你不要以为我在外面吃喝酒没有关系，只要回去不吵架，没有用。这个你在外边吵了架，回去的时候这个气氛会带回去的。是，非常谢谢师父开示。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以身作则非常重要啊，自己的行为呢都能够透过一种某种形式传染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特别要谨言慎行，端正自己的行为。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